位于中环的一乐烧鹅，即便没有华丽的装潢或宽敞的用餐环境，却也因料理本身的美味而获得米其林一星的肯定。从早餐的火腿鸡蛋三文治，午餐的脆皮烧鹅饭，招牌叉烧桂林米粉，到香华奶茶等饮品，无论何时想要一尝正宗的港式美味，一乐烧鹅都有办法满足您的需求。相较于其他米其林餐厅的昂贵价格，这里可说是亲民多了。想要在可负担的价格内体验米其林美食的话，一乐烧鹅会是您的不二选择。